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景瑜。跟其他队员打过一次王者，然后，哎，不说了。我平时总是单排，因为约朋友其实很难，时间很难对上，我都是自己玩。一个是配合我们团队的其他人的阵容搭配，还有就是刺客，我就是喜欢刺客这种感觉。沙漠里。其实比较冷啊，那时候天气很冷，然后就比较荒凉嘛，看起来，但是还是挺刺激的。而且之前我在沙漠里、戈壁里拍过戏，所以对我来说影响不是很大。其实还挺满意的，因为对我来说，就是我遇到人都是只有一次机会嘛。他也是我，他对我来说也是滴血，我对别人来说也是滴血。但是兰陵王就是打 buff 的时候或者打大龙的时候。特别不好，因为大龙你不没办法一级必杀，但是他也可以一下把你打死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有点 bug。满分，因为我真的很努力，每个队友我都很喜欢我们整个队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，少了谁都不行，而且我们配合得非常好。拍摄的趣事，我和杜晨晨哥，我们两个刺客联盟，两个一滴血。一开始到处秒人，然后赚了很多钱，但是年轻不懂事，白天都给挥霍掉了，所以导致到了晚上没有钱买装备。想尝试肉那种坦克类英雄和射手英雄，我都想试一下，因为我这一直都是用的那个刺客嘛。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和关注，然后呢，希望以后能多多支持，我也会拍更多好玩的，或者是经典的，或者是有趣的作品来分享给大家。12月24日，我将在上海举办我的生日会，期待与你相遇。